这边进行。啊，这边进行了就好了。对，但是好，谢谢老师。好，我先忙一下。Thank you.
年也恭喜他。同时呢，我想他是，我认为他是一个永远的环保导师啊。所以虽然退休以后，我们应该是还有很多的机会为台湾的环保做一些贡献，做一些传承。
事长、所长、今天蒋教授，今天贵宾很多，允许我不一一去说称呼各位，但是非常感谢那么多的贵宾呢，我的学生、同仁来参与。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就42年在皇宫所服务。那么今天说不伤感，那是骗人的，是不舍得从正式的专职教授要退休。刚才姜老师提到这 committee 啊，他们花了个心血来筹备这么一个茶会。当时我们说要替今天这个会啊，取一个主题。大家觉得用"传承"这两个字蛮好，因为有薪火相传的意思。不只是一代传一代，同时所谓的传承也有知识的传承的意思。所以在这儿，身为皇宫城议员，我预祝我们的知识传承也是越来越光辉、越灿烂。回顾这42年了，正如刚才简董事长、简部长提到，历经了我们国家很多很多变动的时代，特别在80年代，那是一个我们讲是环保的纷争、环保的抗争，那个10年可以说是我们社会运动最为蓬勃发展的时候，那是环保是其中主题。所以那时候我到省府去担任环保处长，简部长担任环保署的署长，我们历经了这么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时刻。
老师，我是郑轩。哈哈哈哈哈。对啊。好，恭喜老师荣誉退休。老师，其实我是在我当初考上台大的时候，是在还在东海的时候，是在东海的工学院的草皮上接到你的电话。那时候你打电话给我说，就说其实跟我们现在就是讲电话方式有点像啦，就说请问是郑轩吗？我是台大黄公所李公哲李教授。那我看过你的 email， 那我答应收你为我的这个硕士班学生，就没想到从那一通电话开始，就经过将近十年的时间，就是跟老师建立起这个师生之情。Not how 啊，好不好？对，然后很高兴能在李老师的指导之下完成硕士班跟博士班的学业，那很感谢老师所教导我的一切，谢谢老师。好 ，Andy。李老师你好，我是乃玲。其实一开始对于老师的认知都是从侯老师的嘴巴里面得知的，然后老师常常都会说李老师以前是怎么教我们的，然后怎么看待事情的方式。可是真正跟老师接触之后，真的学到很多，就除了从老师嘴巴上叙述的李老师以外，真正接触到老师之后，就是也学到了非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然后还有待人处事的方式。那感谢老师这些日子以来的照顾跟关心，然后恭喜老师退休了，谢谢。我是钟林，先感谢，先就是先恭喜老师就是荣退这样，然后就很高兴这两年来就是可以成为老师的学生，然后因为其实我的研究就中间也经过很多波折，就是换不同领域的题目啊，然后之后就老师也是就一直有支持我，然后帮助我研究的那内容，这样，然后在课堂上也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课本以外的东西，觉得受益良多，那就是非常谢谢老师这样子。老师好，我是思佳。对，老师我是苏云。虽然就是平常在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常见到老师，不过知道老师一直都默默的在关心我们的实验进度，还有我们的生活，然后也就是从各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包含鼓励我们，然后也传授我们一些老师的理念。那我相信这些都会在我的一生当中变成很好的回忆，还有一直传承下去的东西。老师，很开心能参与到老师荣退会这个部分。从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很多从以前的老师看到不一样。比如说，老师，你很关心学生，然后对我们的不管是研究、生活方面都十分的关心。然后看到我们的时候，总是很温暖的给我们一个笑容，然后问我们今天吃饱了没。这些点点滴滴在我脑海中都不会忘记。希望老师退休以后可以好好的养身体，然后陪伴家人，然后度过一个非常老师好，我是陈章。恭喜老师荣誉退休。每次上老师的课都让我受益良多，然后也有很多人生的体悟，有很多人生观，谢谢老师。老师好，我是芝杰。综合以上三点呢，我做了三点结论。第一点，老师丰功伟业，大家都非常的钦佩。那第二点呢，就是希望老师能够享受美好的退休生活。那第三点呢，也就是我本人今天说教最多的，也就是尽其在我。希望老师的这句名言，我也有办法继续的传承下去。那这句话我受益良多，也祝老师有美好的退休生活。老师，我是小宝。就是虽然跟老师认识只有短短一个学期的时间，可是从老师身上就学习到很多，就是做人处事的道理，然后很多学问上的知识。然后老师也常常在研究上面给我们很多意见。那我们也会成为像是老师讲的，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不会投机取巧。然后希望老师之后可以顺利平安，然后常常可以回来黄公所看大家。谢谢。嗨，老师，我挺好，然后很开心的加入老师的研究团队，然后我一直觉得老师是一个很可爱、很仁慈、很慈祥、很有效率的老师，然后总是能在时间内改完我们很巨大的还政作业，然后希望老师
退休之后可以不要这么辛苦，然后好好享受退休后的生活。好，谢谢。老师好，我是李农。虽然认识老师就是才这一个学期，然后其实跟老师相遇的时间也不多，但是就是从老师的上课的一些谈吐，就是可以知道老师是一个很温文儒雅的人。那因为学生李农我非常的脾气暴躁，所以希望可以多向老师在学习这方面的就是修养。那希望老师之后还可以继续就是帮我们上课，谢谢老师，退休快乐。Ending， 老师好，我是宇轩。首先非常开心能够进入老师的研究群，然后成为老师的学生，然后在硕一上的日子，很开心能够加入研究群，并且和一些学长姐还有同学都相处得非常融洽，然后也在老师的专题研究这堂课上面学习到一些实验的技巧，还有一些实验的方向。然后另外在老师的环境政策与管理的这个课程当中，老师从工程的角度，然后去告诉我们一些经济学上面的东西，觉得就是以我这种不是经济背景的人，然后来学感觉会比较容易，然后非常感谢老师的教学，然后最后当然还是祝老师退休快乐，然后耶、yeah! 这是摄影快来切啦特写叔我们折这么辛苦，来帮弟弟录看。他恰恰是安娜贝尔。我来录你看看。哎，对。在一楼，103。就是有一个，对。哎，那个蓝色的感觉很漂亮。好紧张。哈哈哈哈哈。这样老师之后还有事情就不好意思麻烦我。还好啦。再等，度过一个。等我真的离开台大。我不会讲。好啦。啊，是我怕我做梦再搞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你数好不要数老师我爱你等一下我看不到你们的手好再一次一二老师我爱你 OK 好可嘞他现在在录嗨老师你好嗨老师好我是宇轩退休快乐很不爽是不是他录下来了他录下来你就剪那个稿子老师不好意思我有点累你也知道站在那边脚很酸我好酸一次老师就跟你找时间谈论一下那个你上次讲记得我依稀记得你叫错的名字三二一老师好我们是 S H E H有理我快完了好再快了你站最后一个重来哦好累好4 3 2 1老师好我们是